抓紧了，抓住了。
干死他！哪来的丫头？一模，你别瞎耍花招骗我！我又是一模，哪儿那么容易让你扑倒啊？赛撇！是我的失误，让一魔逃了。你是怕伤着那小子？什么？你那个弟弟？当然不是，是我学艺不精罢了。对了，应欢欢怎么也来了？那个冒失鬼，怕是全道宗也没人能治得了他。黄毛虎，你该走了，你自由了，回到你的天地里去，不给任何人做奴隶。我也没法天天给你找吃的，你也没法天天保护着我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后会有期吗？就是咱们总有一天会再相见的。去吧。